主料：鲳鱼500克，豆腐1块，薄菜80克，辅料盐10克，鲜稠一大勺，姜3片，蒜2瓣，葱2根，胡椒粉3克，辣椒2个，鸡精3克，料酒2大勺，淀粉20克。制作时间10-20分钟。鲳鱼去鳃去肚，洗净，切大块，拍上淀粉，油热，放小鱼片煎一下，豆腐洗净切块，放油里煸一下，取砂锅，放小半锅水，放些包菜，放下豆腐，放下鱼片，放姜、辣椒、葱节、蒜碎、料酒、胡椒粉，大火煮开，中火12分钟，放盐、切葱、鸡精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如果放些大白菜也很好吃，鱼要煸透才不会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